脑神经退化是一个医学西医上是一个无解的，可是没想到就透过这个太阳能量转运法，就这样让他居然有机会可以让他自己改写他自己的人生地图，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健康，药呢是越吃越少。自从五月份做太阳能量转运法一直到现在，真的会发现这个太阳能量转运法很妙哦，它越运转越快，刚开始就觉得可能好运一样两样，到最后发现越来越多，越滚越快，而且我们的好运跟礼物越来越多，真的感受到就是全方位的富足，不仅呢就是这个夫妻关系啊越来越甜蜜，蓝英的先生啊现在是蓝英在育儿方面的神队友，他也是在我网红直播上面给蓝英做很多建议，那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有一些共同的话题跟加温，那包括呢在我的蓝英的公公婆婆啊对蓝英本来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在这个太阳能量转运法一运转下去呢，哇，现在大家都说我是他们家的女儿，我先生是女婿啦。那包括在育儿上面呢，也觉得说啊，真的是越来越轻松。蓝也有一个三岁的小朋友，一个一岁的小朋友。蓝也在发现呢，当我们这个太阳能量法在运转的时候，这是贵人常在。当我们觉得需要帮忙的时候，不好意思开口，别人就会全力协助，所以在育儿方面也越来越轻松。那么包括蓝自己的财务弹性上面也变得比较自由，那也可以做一些更有伸展，那心情上面也觉得比较舒服。蓝的母亲啊巴金森氏症，他是一个脑神经退化，是一个医学西医上是一个无解的，可是没想到就透过这个导师跟天地的爱，就这样让他居然有机会可以让他自己改写他自己的人生地图，上半年哦几乎寸步难行，离卧床就一步之遥，随着蓝英这个太阳能量转运法一运转之下，这个帕金森氏症他其实是一个脑部会退化，身体会越来越僵硬的，没想到啊蓝英的母亲他居然可以进步哦，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健康，药呢是越吃越少，而且我们投入在这个药上面的金钱也越来越少，从上半年呢寸步难行，到现在呢他可以自己不需要辅助的工具，然后就在家里面的客厅卧室浴室移动，那在公园的时候也能够自己从轮椅上面站起来跟公园里面的人打太极哦，真的是这个能量场的提升之后真的是不可思议，一切真的都是能量说的算，